一进邦邦的了，眼睛都白了啊！哎，小心手电筒，你别站着了。干嘛呢？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？要几分钟？这盐都够快了。嗯，用掰了哈，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缓吗？缓缓。他眼珠变黑了就行了，眼珠现在白的。嗯，你的还原都黑的。对对，很能还原的黑。来来来，我去。变黑了的现在。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行了哈，行了，冒泡了，这算了，就是两分钟是吧？看到哎，回去了，你看，活了，你看，这个冷冻三仓都不能喝了，你要保存115的100多度保存那就，100多度。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冻那个什么脐带血啊、精液啊，就冻那么40-40，知道吗？一年经营都是用银液的，对啊，金子，就是这个原理。啊，行吧，跟谁去？你看，好。上次那个鱼有点收仓，拎不掉。上次效果没那么好。对，这个很明显，看鱼越大了效果越好。对，锅里越大。我们冻鲤鱼、冻泥鳅都做过实验。